五仔饭的音乐节目日前邀请防弹少年团的 J-Hope 出演，当天两人不仅带来帅气的表演，还大方的走下台与观众互动。其中 J-Hope 与名粉丝的互动也让荧幕前的粉丝羡慕不已。只见节目上，五仔饭先是坐到观众席主持，接着 J-Hope 也坐到他身旁的位置，并转头向一旁的粉丝提问。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女粉丝顿时手忙脚乱，开心的疯狂拍手。逗趣的一幕让在场所有人全都笑翻，而粉丝们在看到节目后也羡慕直呼，那位粉丝绝对是当晚最幸运的人，我也想要这么近距离看 J-Hope 吧。뭐첫모습이다보니까네그런거를좀생각을해봤다 네그렇습니다 네그래서치킨누들숲을하게됐습니다